感恩节的早晨。哇！最感恩的就是这些臭屁孩，哎呦，疯狂的在我床上。感恩节的早晨，那观音祝感恩节大餐，个啥大餐了？米包贵不巴拉子大餐一个，真的，这个西方文化很奇怪。嗯，我看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汤的汤。哎，表扬感恩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不能抱怨啊。今天感谢你，我衷心谢谢你。老马，老马，感恩节第三波，对吧？老马，感谢你，我衷心谢谢你。我在我的唱歌也举。可以，我来。侬讲啥？我说史蒂芬今天在桌上要敬我一杯酒，要好好感谢我。哦，为啥？我送给他如花似玉的老婆，对吧？没有我，他哪有这么如花似玉的老婆？对的。讲了老有道理，对吧 ？My dad made a really good point. You especially tonight need to thank him, because he has provided you such a beautiful wife. Without him, you won't have a beautiful wife, right? 等一会儿要敬我一口，哎，要敬他一口，对吧？哎。外国人呢，在为我们很认真的准备感恩节大餐，这是进度。外国人的那个鸡肉拿出来了。这次他买的鸡叫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有头的一个，哎，对的，火鸡这是有头的呀。”好，他现在要把这个塞进去，哎，往里头塞，哎，塞进去。对，哎，把这看了给观众席，哎，外国人音乐房起放。好了，看他塞。So that's why it's so fat.So last year chicken, this year turkey. Oh, my Go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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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, my哎，侬搿摆介许多水哦，我佩服伊哦，真的，佩服得来天世界。哎呦哇，烫到嘞，烫到我的手嘞，真的，把伊关脱。今天全家都躺平，就是一个外国人在这里，哟，烤羊排啊，还有羊排啊，哎呦，领了嘛。哇，香哦！哇，火鸡来啦 ！Did you take the thing out of the bud？ 嗯，来照片，等一下。感恩节到了，祝愿家人和朋友们感恩节快乐，天天都有好心情。挪动哦，爸爸，不要挪动，来，我们餐前祷告，餐前。大宝呢？是不是？哎，快点，来吃了。来，你现在跟外公感恩一下。感恩一下。嗯，外公上个礼拜换过尿布啊。小的时候跟他换尿布，还有你。哦，来，可可感恩一下。可可啊。阿姨，阿姨叫外国人给你感恩一下。哎哎，外国人，
农村你感恩一下，一刚一刚啥一刚你感恩一下，我把那么啥花容月貌的女儿给你了，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如花似玉的女儿给你了一个。这个是感恩节必吃南瓜派，哎呦哎，南瓜籽一刚籽也给我们了。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感恩节快乐。